遇到这种螺丝拆不掉的时候，先不要慌，想办法解决。第一步，先找到合适的钻头，先在螺丝中间打一个孔，再找到合适的钻丝取出器。钻丝取出器的前头是倒刺牙，你越拧卡得越牢。你看看多方便，喜欢的老铁下方小黄车就可以买到。